我们的话呢，现在要介绍的是基本的一个乘法的微分公式。那稍微复杂一点的题的微分题目，我们都需要这三个重要的公式。一个公式叫做乘法的，一个是除法的，还有一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叫做连锁律。那首先我来介绍乘法的微分公式。所谓乘法的微分公式，我们来看看这边。 两个函数相乘，然后要微分，同学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各为各的。我们的话呢，口诀是前面为，后面不为，加上前面不为，后面为。那同学说，哎，为什么会相乘的微分变得这么复杂呢？是这样的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证明是怎么做的。 两个相乘的函数的微分，我们的话呢，要知道要证明一个微分是多少，一定要回归它最原始的算式，叫做极限 d a t a x 趋近于零。这个算式是有点长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要有耐心的看，前面是有 d a t a x 的。 后面是没有的，下面是 delta x，那各位同学看到这边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微分公式了。重点是这个地方要继续怎么算呢？后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技巧，就是加一项减一项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第一个算式，我是照抄的。我来一个减，减谁呢？我们减的是这个式子。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个算式同学的话呢，没见过。 那减它，那我就要还要再还给他，我再再加一个，跟它一模一样的，这样子才会平衡。下面仍然是德 t 塔 x。哦，这个算式看起来非常的长，其实我们快要成功了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，前半步。 我们把它这样看，后半部我们另外看，这是一个极限，两个相加，我们把它拉开来变成两个极限，如果它都存在的话呢，就 OK 了，就可以拉开来了。来，我们再看看前面的极限，前面的极限的话呢，同学看到了，这是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另外放，另外放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limit。 delta x 趋近于零，这是 f x 加上 delta x 减掉 f of x，我们的话呢，另外放放在后面，这是前半部，我们再来看后半部。 后半部的话呢，是这个 f of x 的话呢，一模一样。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去，这样看的比较清楚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答案的话呢，就引然成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前面的这个极限，这个极限的话呢？ 就是 f prime x，那么这个呢，当 delta x 趋近于零的时候，它是 g x。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可以写了，f prime x 乘上 g x。后面来，我们再看这是什么呢？这是 g prime x。这个是 f of x。我们的话呢，印证了什么呢？我们印证了。 两个相乘的微分是前面为后面不为，加上前面不为后面为，这个公式就得到了验证。接下来的除法的微分公式，这个公式的话呢，它没有乘法这么重要，因为的话呢，我们只要会了连锁率跟乘法，这个除法我们都可以暂时的忘掉的不要紧。不过我们还是在这边介绍一下，这个公式是这样的。 分式的函数 f 除以 g，它的微分是等于底下平方，上面为，下面不为，中间是减号哦，减号，上面不为，下面为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就不再赘述去证明了。我们的话呢，就举一个例子，让各位同学熟练就可以了。来，我来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说有一个函数是。 两个相除的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是谁除谁呢？随便，我们出一个 x 的二次方加五，这是三 x 加二。好了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如果看到了这个题目，我们要怎么微分？来，我们来微分给各位同学看，只是教各位同学带这个公式而已。至于说这个公式万一不幸忘记了，我们的话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方案。 那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同学，我们这个写出来了以后，它是楼上楼下，我们就楼上楼下来，先把楼下先写下去，楼下先平方再说，楼下先平方，这是三 x 加二照抄，超来一个二次方，根据上面的公式喽，然后再来上面是什么呢？上面是楼上的微分是多少？二 x。 来，我们刮起来，让各位同学看清楚一点。上面为，下面不为，下面不为就是多少呢？三 x 加二，2, 中间是减的，减掉上面不为，上面不为是 x 二次方加五，5, 再乘上几呢？下面为分。 下面为是多少呢？三，我们就乘一个三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至于说同学要不要再整理，那就看各位同学了。那至少这个答案我们已经做出来了。现在来介绍的是微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巧，叫做连锁率，也是最常用的。连锁率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合成函数的微分。那 它的公式的话呢，我把它写出来的话呢，概率是这样：是微分表面再乘上里面的微分。这样的说法的话呢，让各位同学觉得没有办法能够真的了解。那我们教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会做就要用例子来教。来，我们来举个例子：如果一个函数的话呢，是这样的，是 x 的二次方加上哦四 x。 加五，假设是十次方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怎么微分呢？那我要教各位同学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合成函数，那么至于说怎么样的合成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直接做就好了。现在的话，教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是 x 的十次方，大家会不会微分？十次方的微分是十丢下来，这边降一次是九次方，于是我们就这么想了，我们把这个的话呢，包装起来。 变成了一个大的 x 次方，x 的十次方，那微分是多少？等于十。整个包装的是 x 的二次方加上四 x 加五的几次方？九次方。别忘记了，连锁率的话呢，还要再做的是这里面包装内的微分，那是多少呢？它里面的微分是，哇胡。 里面微分是二 x 加四，那各位同学知道了这个微分是这样算的。那同学的话呢，记得他的这个技巧。那么刚才的话呢，我们曾经提过说，万一同学忘记了除法的微分公式，那我们怎么处理呢？我们可以利用连锁律以及乘法的微分公式去处理它。来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来，题目是这样的。 如果有一个题目是 x 平方加五，这是好三 x 加二好，现在这个题目，那各位同学要怎么微分？可是我们假设忘记了除法的微分公式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这么做，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小的改造。我们知道除法跟乘法其实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意思，它的意思是。 我除你相当于我乘上你的负一次方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写的是三 x 加二的负一次方。这两个相乘，哎，除法变乘法了，那我们乘法的微分公式就不能忘了，前为后不为，加前不为后为，来，我们来写答案了。我们答案的话呢，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地方要小心的，就是我们来看。 前为二 x，后不为照抄三 x 加二的负一次方，这样还 OK。前为后不为加，中间变成加，加什么呢？加上前面不为，前面不为是 x 的二次方加五，再乘上。 最后一项了，最后一项是后面为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们要再练习复习一下哦。这是相当于是刚才的连锁率的题目哦，一堆东西的负一次方怎么为分？我们这个地方我用黄色粉笔来写，让同学清楚。负一要丢下来，我们把这个绑起来，大 X 的负一次方，负一扔下去就是负的。 整个的打包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三 x 加二，然后的话呢，负一次方的话呢，丢下去之后，它还要再降一，负一再降一就是负二，然后呢，里面的微分是三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那同学的话呢，要注意的非常要小心的是，这个中括弧。 可不可以拿掉呢？不可以拿掉，因为它是乘上一个负的。如果这个不小心呢，把它拿掉的话呢，会不会让人家以为我们是减减的？那我们建议的话呢，把负号移到前面去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刮胡就可以拿掉了。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，连锁率的部分我们就上到这边。